耶，谢谢。进火车站，你记得？在台北都有人跟我抢着坐，这边就没有人抢着。不然我选一个。哎，有。700多包，你看。太可惜了。因为这个重量，我刚才咚咚咚的，重重的。来看一下停车场如何。刚刚已经玉龙城了，现在是专门探新百货的。对，百货洗礼。你可以找小一点的。比较舒服，你比较舒服，你喜欢小，你可以找大一点。你说空房吗？可以，可以找一个。是洗过的。这个 B2 的兔，这个兔一定要这么长吗？满200减200。这里可以啊，前面啊，谢谢。台北的那家那个国金棒的专面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有，我有印象。那觉得他最值得。比如我们去台中跳的，买充电头，充电头45瓦，这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我发现说这个线也有红色的，如果你要买的话就买红色。好啊，你帮我拿一条这个线。编载具，头这刷的时候不好弄，好的釉面是非常好弄的哈。谢谢。第二顿拉
吃吗？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其实我很喜欢吃这个。那时候我是有些时候在搜不知道吃什么时候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来，因为可以随便这样走吗？175。